你别乱动。我那次是帮别人搬家的，他这是一把刀吗？Aina! Ginger black cookie. Oh, black sugar. Oh, how cool. Lemon现在已经选好衣服了，在这儿。对，我们单位酒店，下午有一个视频拍摄，所以我们现在赶紧回酒店换衣服。对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拍两个这两个眼镜的视频。我觉得米娅她瑟瑟发抖，我自己觉得，反正我是很冷。这边过来。
一件就是你的衣服。对。嗯，因为你的鞋是牛仔的，有点麂皮的那种。哦，它还是有那个鳄鱼的。然后我穿的西装是一个包的号，自己的 Nike 的 Basketball， 然后 Balance 的球鞋，然后还有经常戴的 K 五飞雷帽。我们到啦，然后这就是今天晚上 Isabel Mahou 的秀场。嗯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项链的特写。Hello， 太早了，大家都特别困，但是你看起来很美。这是真心话吗？以往我们都很困，困死了。对，我也是，黑眼圈都遮不住。然后我早上起来特别早，然后就是为了拉这个头发，而且我反应过来，我觉得没有，还是很服务的。刚刚结束了搂一位的秀，然后现在是10:30，11:30就是包满的秀了。然后我们中间路上来不及换衣服，就只好找一个咖啡厅换。然后居然在咖啡厅拉头发。这是一把刀吗？你别乱动，有一把防身的菜刀。
Oh, the brushes?东西走来走去，我好像大人欺负小孩一样。卑微的小黄，卑微的小黄，卑微。你看鞋子上的皮革都是做包和剩下的面料做的。可以出门了，哎呀，鞋别落。